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节，耶稣入耶利哥，拄经过时阵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抽税长，是一个好野人。伊爱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为人多，伊的身躯矮小，所以看袂到。就走到头前，爬上生栽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要对遐经过。果然，耶稣到遐，仰头一看，对伊讲：“撒该，紧落来，今暝我的确住伫你的厝。”伊就赶紧落来，欢喜地接纳耶稣。众人看到，拢私下议论讲。伊竟然到歹人的厝内歇骂，撒该徛地对主讲：“主啊，我将所有的一半予善良人。我若捌歪过什么人，就向伊施赔。”耶稣讲：“今仔日救因到伫即家，因为伊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。因为人主来是要找失落的人。”来救伊。十一节，众人都听到这的话时阵，耶稣因为要进耶路撒冷，佮因为因掠做神的国，要怜悯显明，就另外设一个譬如讲，有一个尊贵的人，去远远的所在，要得到国正倒来，就叫伊十个奴仆来，交予因十个银仔。讲，恁去做生意，等我倒来。伊本国的人却万恨伊，找书家对后去讲，阮唔爱这个人做阮的王。十五节，伊得到国倒来，就吩咐叫遐领囡仔的路伯来，爱要知因做生意赚偌济。十六节，头一个来面前讲。主啊，你的一块银已经赚十块。主人讲：“好啊，好的奴仆，你既然伫这小块的事有忠心，倘有官兵管十个城。”第二个来讲：“主啊，你的一块银已经赚五块。”主人讲：“你也通管五个城。”阁有一个来讲：“主啊。”看，你的一块银伫遮，我将伊包伫手巾，藏地。我原是惊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无黑的也要去摕，无野的也要去收。二二节，主人对伊讲：“你这个歹奴仆，我要凭你的话定你的罪。你既然知影我是严厉的人。”无黑的也要去摕，无野的也要去收，是安怎无将我的银交予银行，等我来时阵，连本带利拢通煞摕来呢？二四节就对边仔徛地的人讲，摕伊即地来，予迄个有十地。因讲主啊，伊已经有十地啦。主人讲。我甲恁讲，既然有的，要会加予伊；无的，连伊所有的也要退去。那是我，遐收得唔爱我做因的王的，将因拖来，伫我面前抬死因。二八节，耶稣讲煞这话，就伫头前行，上耶路撒冷，要进别法期。甲伯大尼，伫一座山，名叫甘那山遐，就找两个门徒，讲：恁去对面的庄头，入去的时阵，要看到一只驴啊，伫遐，是要毋捌有人骑过，通偷开牵来。三十一节，若有人问为虾米偷伊，恁就讲：主要用伊。车的人去所拄到的
都照耶稣所讲的，因偷利亚的时阵，主人问因讲：偷利亚做什么？因讲：主要用伊。因牵到耶稣遐，将家己的衫破伫迄顶面，扶耶稣徛伊。行的时阵，众人将衫铺伫路里。37节，要进耶路撒冷，拄要落橄榄山的时阵，众门徒因为所看到一切官灵，拢欢喜起来，大声阿罗神讲：奉主名来的王，是应该阿罗的。伫天顶有和平，伫上官顶的位有阳光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讲：先生啊，就责备你的门徒。耶稣讲：我甲恁讲，若是因静静无讲，这石头要后叫。41节，耶稣要到耶路撒冷，看到城，就为着伊啼哭，讲：耶稣你，伫即日，若知影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总是即个事。现在是稳重的，让你的眼睛看不出来，因为日子要到，你的仇敌要起屠城来围抱你，四面围剿你，搁要扫灭你，盖你内中的惊异，连一块石头也无留伫石头顶，因为你唔知管过你的时阵。45节，耶稣入殿。赶出内面做买卖的人，对因讲：圣经讲，我的殿要做基督的殿，恁殿要予伊正做拆修。耶稣日日伫殿内教训人，这是长、甲文士、甲百姓的士大，拢想要杀伊，总是找无波来，因为百姓拢注意听伊。